风粉人人惊，蝴蝶姐姐遭跟踪，耗子惨被阿嬷扒脸。时尚玩家这一票人为了暑期特别企划袜洗综破塞，金刀三重先强攻比厨艺，以往主持群只要顾吃，现在要他们找综破塞自己的料理自己做。半心学艺啊，大家就是有花很多时间吗？然后觉得谁最有天分？这企划没问题吧？他们平常主持外景跑透透，遇过不少疯狂粉丝，之前瑞莎遭粉丝强吻事件让他们心有戚戚焉。我有次搭那个捷运回家以后呢，我就下来，然后就有一个粉丝跟踪我，然后就一路一直跟我，想说怎么办，这样他就知道我家在哪了。就好险我家旁边就是警察局，我就先进警察局，跟警察就打招呼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我也是有在外面被别人不小心偷亲一下，也是有这样的经验，然后我就很害羞的跑掉了，因为刚好是在外国。这是风风耻的一种吗？本来要宣传新企划，不小心变成疯狂粉丝分享大会了。我曾经有在很久以前的握手会的时候，偶像剧握手会，然后他跟我握手啊，就是啊你好你好，然后他什么，这样扣你，真的很不舒服，而且是男生。我记得很久以前是我可能是戴顶帽子，然后走在路上，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呢，他直接拿我帽子把他拿起来，干嘛盖成这样啊？对，怎么反应？我也不能怎么反应啊。我前哥还被拔头过，很用力。哦，他也被扒过脸啊。我有啊。他是一个老阿嬷，他就过来讲，耗子啊，你好娶某啊，你知无？你爱好娶某啊，这样就像是自己的阿嬷啦。苹果与浪赖。后来看到有人走过来，我就慢慢走过来。巴倒。